来咯，今天呢给我们家豆豆喂奶，你看我们家豆豆小家伙自己抱着喝嘞啊，要是给他个奶瓶的话他是不是会抱着喝啊，我每次都是给他那个用针管给他喂，这样喂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，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换一个奶瓶啊，你看这小家伙自己抱着都会喝的，你看好了好了，妈妈喂你吧，下次我给他搞个奶瓶吧，搞个奶瓶的话他喝起来也方便，自己抱着吸，对不对？你看我，你好了好了，你看我这样子喂他很麻烦，感觉就是一点也不方便。好了，别舔了，吃完还得舔手，我还得给你擦呢，不要舔啊，脏兮兮的。思妍他喝奶的时候特别可爱，但是呢搞得脏兮兮还得给他洗澡，你看我们家豆豆是坐着呢，你看到没有，是坐着喝奶的好玩。